洋基队最近气氛低迷，不过好像出现神机，神之子田中将大替球队一扫阴霾，今天他缴出了完美的无四死球，完投完封胜，替洋基终止了四连败，也为自己拿下了六连胜，目前还没有败绩，此外也敲出了大联盟生涯的第一支安打。神之子马骏发威了，能投也能打。Ground ball up the middle. How's this for a night for Tanaka? His first big league hit. 田中将大首次站上打击位置，就敲出生涯第一支安打，连队友都不敢相信。洋基15号对上大都会，这场地铁大战第三战，田中将大完全不受客场影响，不止打出首支安打，还拿下他在大联盟的首度完封，以4-0击败大都会，替洋基终止四连败。Swing and a miss. Strike three. 田中将大完投9局，飙出8次三振，只被敲了4支安打，无失分。马骏在加盟洋基后的第8场比赛，就为自己缔造完美的无四死球，完投完封胜，成为洋基第一位在大都会主场演出完封的菜鸟。今日は球数をまあ抑えて、イニングを投げることができてたので。まあ、こういうピッチングができればいいなと思います。田中目前战绩为6胜0败，防御率2.17，升到美联第三名。而田中在赛后也表示，他觉得自己现在状况极佳，但还是不改谦虚的说：“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而已。”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